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。今天我们继续开箱翡翠哈，今天是一对土豆，冰飘花的，而且呢特别的饱满，种水也是非常好，玻璃种的，而且呢形体很漂亮的，胶感非常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两个是一对翡翠土豆，玻璃种飘花的。这样呢是一个封底子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们镶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后面封底的，也可以不封底的，也可以做成活扣，就这个底子可以拿下来。这个呢是48000，这个种水又比68000的要稍微差一丢丢啊。其实这个还要胖一点，其实这个光感已经非常好了。就是正常像这个市场开价都是6位数的，我们家就是实价，就是不讲价，多少钱就多少钱，所以我们报价也是非常低的。这个是68000的，光感非常好，起缸了。我们给这个拿下来哈，这样拿下来在手上好拿一点。拿下来就是这样式的，水润水润的，胶感好好的，而且呢形体也非常漂亮。有没有土豪姐姐做一对耳环？这个做一副大耳环会很漂亮的，因为它比较大，做个耳环呢，很夸张的。冰飘花这个花不是特别明显哈，其实很白的撩着。飘一点点花，这个镶嵌呢，我也是建议大家豪华镶嵌。如果小姑娘戴呢，你可以简单镶。完美品质的哈，我们量一下尺寸，量一下这个尺寸，这个是32，其实挺大的哈，没镶嵌就觉得小，镶完了其实挺大的了。宽度呢是15，厚比较饱满哈，这个你看7个厚了，你看多厚。这个是30。这个宽一点，16.1，这个饱满度比那个稍微差一点，这个6.8，它比较宽，其实6.8也很饱满了，就显得薄一点点。也叫年终三元，土豆啦和我们昨天的葫芦啦，还有佛宫啦，树叶啦，如意啦，就是翡翠非常常用的题材。这个不管是封底子和不封底子都非常漂亮的，这是封底的一个感觉，就你们所说的白月光。茅台白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到时候我们镶嵌的时候会给你们处理好，你想要封底的或不封底的我们都可以给你们做哈，也是免费帮大家设计。翡翠这么贵，就是我还是发给你们看，你们收到满意了我们再给你做，不满意我们就不给你做啊，直接退回来就行。这是48000的，我们价格定的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哈，这么好的货不到6位数。就是这两枚翡翠葫芦镶嵌好了呢，也是一个小高货哈，就是看上去就是6位数的货，也是属于行家货，种老起缸了，而且呢完美度非常高，基本上看不到白棉，什么痕啦裂啦杂啦根没有了，所以说呢也是非常一个高品质的货，也是属于一个行家货啊。如果大家呢有眼缘又看上了，预算也可以，可以说是闭眼入的，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。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